听众来上好声音，欢迎来到由 Vivo 智能手机独家冠名的 Vivo 真声音，加入苏宁易购粉丝力量，与导师学员互动见面，为梦想众筹。各位好，我是依依。中国好声音的盲选进程已经过半，导师们的状态是越战越勇，相信你们也是看得越来越过瘾。那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将台前幕后的精彩花絮一网打尽。接下来您将欣赏到舌尖上的好声音。浙江嘉兴，太平洋吹来暖湿的季风，又到了中国好声音录制的季节。由晚餐带来的大量碳水化合物，可以维持一天辛苦的录制后身体所必需的蔗糖。为了给导师们准备一顿营养美味的晚餐，工作人员早就忙碌了起来。你想到一会儿要给什么汪峰老师吃，那一老师吃，你什么心情啊？会烧得更加起劲，烧得更漂亮。导师们的晚餐都是从餐厅直接运送到场馆的，经过长路的颠簸，一盘盘菜肴更显得弥足珍贵。为了保持菜肴的卫生和最佳口感，所有食物都用保鲜膜细心地包裹着，静静等待着导师们的品尝。漫长的节目录制，有了美食的陪伴，再辛苦的日子仿佛也会变得温暖富足，而且有滋有味。满满一桌的菜肴，周杰伦却只钟情于一盘西兰花，真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啊。酷爱健身的哈林则对虾仁、鱼片等高蛋白的食物情有独钟。沉稳的汪峰老师吃起饭来也像节目录制一样安静认真，而性格活泼开朗的二姐那英吃饭的时候也和她平时说话时一样风风火火。哎呦，你这边太素了。哎呦，那你不行。我们今天分享总能让快乐加倍，为了让这份快乐最大化，那英和哈林还亲自出马，热情地招呼工作人员一同进餐。只不过面对这样一份突如其来的福利，咱们的几位保安大哥表现得有点紧张。有筷子吗？每一桌都可以吃啊。除了正餐以外，四位导师也会在繁忙的录制过程中按照各自的喜好给自己加餐。周杰伦老师最爱吃的是享誉全国的嘉兴特产粽子。嘉兴粽很有名啊，或者是华容粥。对，我们说是五个，对，谁头先？长河啊，长河啊，不会跟我说是那个血型 O 型，身高173。那是你吧？至于那英老师，我们只能说目前尚未发现他不喜欢吃的零食。好了好了好了，我真的好饿。好了好了好了。还有好吃的吗？我那好鱼片呢？鱼片在哈。哎呀，这是我的宝贝呀。开始了，走走走。好了，因为酷爱零食，娜姐身边总会随身携带一个装满各种食物的小篮子，里边究竟装了点啥？一起听听娜姐自己是怎么说的吧。这是蜜饯，蜜饯水果。这是沙拉，核桃，小核桃。嗯，这是大酱，就是蘸蘸黄瓜的酱。这是不是少食多餐就不错？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坚决不吃晚饭了，我坚决不吃晚饭了，我坚决不吃晚饭了。早饭吃的一定要好，要健康。两个白煮蛋，我不吃蛋黄。烫青菜，对，有金针菇，有蘑菇，还有白菜，还有什么菠菜。然后那个全麦的面包烤一下，烤两个，不要牛奶，不喜欢牛奶，我喜欢豆浆。然后白粥或者是那个小米粥，就这些就够了，就一直盯到。大概晚上放饭的时候是6点，6点、6、7点，我就吃这个。他们那边大鱼大肉的吗？一般都是躲开，都是躲开，一般躲开。有了美食的滋养，导师们坐上红转椅之后的表现就显得更加精力充沛了。杰伦，你怎么一直在东张西望？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中国摇滚乐之父崔健老师的歌。厉害，崔健老师，血型 A 型，我连这个老师，我问你什么歌，你跟我讲的血型 A 型，血型 A 型，身高172，星座狮子座。哇，
上台和学员互动一把也不是没有可能。我在17岁的时候才开始学唱歌，那在之前呢，我比较擅长就是拉二胡跟变魔术。你帽子里面该不会藏个兔子吧？讲到魔术，他有兴趣了啊！我紧张的时候，我会先试一下，比如说那时候跟老师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然后我跟他们的团队，我觉得互相变个魔术。哦，所以如果你现在紧张，你就可以变个魔术，放松一下。其实我自己有准备一个扑克牌。他还有准备，你怎么那么可爱啊？变个魔术给娜姐看一下，好不好？那需要我帮你吗？需要。来来来来来来来，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娜姐会帮倒忙，你小心啊。那我现在变这个扑克牌魔术，近景的魔术。我现在随便开始拨牌，然后你在喜欢的地方你就喊停。好，停。哎呦。好，这张吗？对。好，把这张牌记好。记好吗？我要让大家看吗？要让全世界。好，要全世界的观众哈。全世界哈。第一局，一排是红色的，我可以看吗？你自己没有看吗？我没看啊，你要看啊，你又不变魔术，是要让我看吗？对，可以看，你自己要看，红色的对不对？是的，号码比较大对不对？是的，十号，红十，对，我可以再玩一次吗？对了，好，其实这不是真正的魔术，真正的魔术，好。这镜头要特写一下吗？要。好，特写手部吗？对，这个是红心十吗？是的。你看，我把十翻过来放进中间，看到了。轻轻弹一下手指，你的牌就跳上来了。啊！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还要开个节目《中国好魔术》哈。台上与学员轻松互动，下了台之后，那英老师也同样是一位喜欢提携后辈的知心大姐姐，尤其是在面对杰伦这个乖巧的小弟弟时，娜姐更是恨不得将自己所有的抢人秘籍全都传授给他。四转的就很残酷啊，四转你还可以突然站起来了，走到台上去把那项链啪戴上，对，哎呦，我的战队，对，可以，哇塞，太毒了，没有没错，这必须得特别强的选手你才把项链摘给他。对，其实讲真的，有时候一些导师都会想一些招数啊，像有一次我记得娜姐问我说：“你有项链吧？”我说：“啊，项链要干嘛？装饰吗？还是只是造型？”没有啊，送人的、啊。是你抢学员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替他戴上。我说这一招好像还挺不错，那我是不是要准备很多项链？所以我觉得每个导师都有一个招数。虽然截止到目前，杰伦尚未使出娜姐传授的送礼大招，但一人加入周杰伦 L 不错战队的学员人数却在逐渐上升。盲选刚刚过半，周董门下已收入6名学员。这样的傲人成绩，让周杰伦在开心之余也感到相当忐忑。我会不会选太多人？其实我真的很害怕，我会不会后面有很多我都。行不 了。为了缓解周杰伦的焦虑情绪，导师们决定召开临时会议。第一届的时候，第一天很不冷静的拍照。就是你要冷静，会留下很多你想要遗憾。你眼睁睁的看着最适合你那队的就全跑。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因为我们可能太挑剔啊，而且有时候太挑剔，觉得说后面会不会更好，后面会更好也不要这么。杰伦我觉得也正常，虽然他今天最多，但是这几个都是各有特点的，对，而且质量我觉得都不错。不过没关系，这个东西凭直觉是最重要的。有了汪峰老师的开导，杰伦忐忑的心情瞬间得到了平复。其实这就是汪夫子，别看他平时惜字如金，但却拥有着超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那我们给你取个，你喜欢汪半仙还是风半仙？凭借着敏锐的直觉，汪峰老师已经猜对了不少学员的心思。无论是曾让杰伦心碎不已的化肥哥朱强，人家一直瞄着你的，真的。杰伦觉得唱菊花台就是他的了，对啊，对不对？没关系，好险我没有说什么重话在里面，幸亏没唱，唱完了再选他重话。对嘛，哈利还叫我唱，哇，还好没唱啊，还好，要不然浪费了。这一趴真的是，我从他说到一半就大概估计他是瞄上他了。为什么？我听着，一个是他前面带了一句上一季，你还说什么就差一点。然后后来呢，他一再的好像杰伦说什么他并没有太回应。还是至今让那英老师念念不忘的炸鸡女孩赵大格。你听不出我刚才我早就开始暗示，
刚才这么聊下来，他应该是上场前就可能想选哈林。如果电视机前的您还是不相信汪峰老师拥有稳、准、狠的超能力的话，那么来回顾一下刚才他和那英老师抢夺学员王飞雪的情节吧。王飞雪是来自河北唐山的30岁辣妈，属于飙高音，伶牙俐，最容易获得好声音导师青睐那种学员。刚刚开嗓没多久，汪峰和那英两位老师就先后转世了，而后娜姐就开始不断和高音辣妈王飞雪套近乎，老公孩子神马的话题聊了一大堆。期间看热闹不嫌事情大的哈林和周董也参与讨论，话里话外都是在帮娜姐拉票的意思。可是王飞雪偏偏不为所动，义无反顾选择了和她老公一样玩摇滚的汪峰老师。娜姐台前说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学也很好。可是学员一下台，她就开始埋怨弟弟周杰伦拉票不够起劲。怎么讲啊？我觉得我尽力了啊！你至少还讲两句啊！有些事我们无法左右。太牛了！汪峰老师，无法。我跟你说，她那个面相就是一个不服输的女孩，非常好。你怎么就没有想过要再替我多说两句？多说两句都是有意义的。他其实特别犹豫不定的，他也想选我。你已经帮他了，老大其实帮他不是你们都不明白，好人难做。哎，你们俩不如我这边。没有，哎，你知道吗？谁都不帮。我觉得他也其实老实讲，他不太会被说服。对，我刚刚就讲，我觉得他没有在听。我想你给予他的，也许是他要花很多年，他才能够自己摸索或者跌很多跟头，才能懂得的一点点。每一个导师都会这样的。从娜姐手中成功抢下摇滚辣妈王飞雪后，汪峰老师的心情别提有多嗨了。原创音乐大礼盒，人手送一个。都说礼多人不怪，眼看汪峰老师如此豪气送礼，身为大哥的哈林老师当然也不甘落后，自家设计的运动鞋，兄弟姐妹们随便挑。真说话太算数了，金脚跟银脚。你说这穿这干什么？哎，帅耶，好看。我跟你讲，最流行的就是这样，右脚穿银的啊，左脚穿金的。少来，来给。哎呀。准备好，这么懂事啊！一双鞋10块，鞋不能用送的，要意思。2双鞋20，发达了我。对吧？浩林哥送的鞋子，亮一下。哎呀，我选了一个很特别的颜色，先帮我看一下。看周杰伦的内心到底是什么？花花世界，什么色？跟他不太一样的，我挑这个。太花了吧！啊！骚，这鞋一看骚，闷骚，平常可以穿的。这个花俏，对不对？其实内心非常花俏，低调的华丽。想知道好声音导师兄妹团在节目录制之余还有哪些有趣的互动吗？下周同一时间，真声音继续为您讲述。你来提问，导师回答，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问题有多犀利。不会。因为抢学员是真的是要竭尽所能抢，都是做音乐的，只要是好的学员进了战队，已经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乐享汽车，乐享好声音，感谢收看由 vivo 智能手机独家冠名的 vivo 真声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中国好声音台前幕后精彩花絮，记得下一周五同一时间无缝锁定我们的节目。拜拜。欢迎登录好声音独家视频平台腾讯视频，为您喜欢的导师和学员进行投票。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参与中国好声音话题互动，为导师学员加油鼓劲。感谢腾讯娱乐、新浪娱乐、新浪微博、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手机百度、百度贴吧对好声音节目的大力支持。您还可以登录网易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以及搜狐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